大家好，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测试盒该如何连接。首先，长按我们开关键，将测试盒开机。再将我们的连接器排线扣在我们的转接小板上。开关灯会闪烁，它会自动检测排线，然后再将我们的总成扣在我们的排线上。然后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连接操作。